谁第一次看到木薯树的举手？动物园的东西。小朋友第一次看见拔木薯，发出声声惊叹。哇哇！我知道木薯是在地下的，但是不懂是这样子挖，也不知道会有浆果那个木薯在里面。关丹亲子班到菜园一日游，让家长和孩子们在大自然中学习。啊，对，半年一次，所以不是说一下子就成了。就有时下多雨啊，就是这种菜也是不可以太多水的，缺少太阳也是不可以的。你课本上你看到的跟你今天看到的东西一样吗？不一样，这边可以亲手摸到哦，和课本只是看到过。到现在小孩子多就是在冷气里面啊，所以我是很喜欢出来这样子跟他走晒一晒，看一看外面的东西啊。对啊，可以学到很多种菜的知识，小孩子们可以发问问题啊，问那些菜农们啊怎样种菜啊，给小孩子知道原来一个农夫是很辛苦的。天地为课堂，园主让大家采摘苦瓜。欢喜富贵后，家长也用收获的苦瓜和青菜烹饪出美味佳肴。麦代、廖敏瑜、巫英婷、邓家楼报道。